Facebook 将推出自定义链接，帮助开发人员绕开苹果抽成。凤凰网科技讯，北京时间11月4日消息，据外媒报道，Facebook 已经为开发人员找到了一条在苹果商店交易员中避免30%抽成的途径。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周三宣布，如果粉丝通过上述链接而非苹果应用商店来订阅服务，应用开发者将可以获得所有税后收益。Facebook 已经推出了一个可绕开应用内付费活动的商业方案，其还向开发者表示，Facebook 将会从2023年开始从开发者的收益中抽成。Facebook 的订阅服务允许开发者向用户提供独家内容而进行重复收费。该服务目前已经在全球27个国家上线，只有部分符合资格的开发者才能享受此权利。该公司发言人表示，Facebook 认为上述方案在 iOS 系统中已经获得认可。Facebook 发言人证实称，Facebook 不会取消用户使用苹果自带支付系统支付订阅费用功能。Facebook 表示，开发者已经成为其阻击 TikTok 和 YouTube 的核心武器。另外，其还有助于 Facebook 收获更多年轻用户。最新公开的文件内容显示，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较年轻客户群正不断萎缩。这一趋势已经引起 Facebook 高管和研究人员的担忧。从今年12月开始，Facebook 利用开发者将可以直接从该公司下载订阅用户的电子邮件。